毛刚开始的时候是三个多月至六个多月，这是第一次换毛。第二次换毛在一岁多，也就是在母狗第一次发完情之后，公狗在一岁半之间，这个时间它在换毛，只要经过两次换毛期，总共这个狗要等到三岁它才会毛发更加的丰满才能好看。那个博美分那个英系跟美系，如果是英系的话，它小的时候三到六个月会就像长毛吉娃娃一样，基本上身上没有毛，然后要等到一岁左右才会毛发出来。如果是美系的狗，它就会背上有一点，就是背上的毛全部掉了，然后脸会变不好看，就脸上的毛也掉了，俗称猴脸。